他说他不能回答，因为树宝的话是不是他主？那这树宝会议有人在这儿，他们可以回答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呢？收到这个会议通知是这么晚，而且没有资讯，是吗？看的是哪一个会议通知？它有分环保。树宝就是最近的那次环保。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开的？环保局。七月。最近一次是什么？开发单位推说他不知道啊。七月二十没有拿到，没有收到。29那一次啊。为什么没有送给我们资讯？因为别的会议都有资料给我们，会议前都有会给我们，这次没有。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最近一次开会是7月29号，那的确我们也承认哈、啊，那这一次的会议我们筹备时间比较短啊，因为我们大概是7月10号左右收到的一个计划书，但是呢，我们一如往常哈。啊我们在发开会通知单的时候都会发到你办公室，那虽然时间紧迫了一点，但是呢我相信我们通知的这个过程依然是没有改变的。这个以上说明没有开会资料，没有回答开会资料他们有说他们都会公告在网站上啊。没有那这个可能没有纸本，平常你都有送纸本给你办公室，这次没有。那让他补好不好？让他补。不好意思，如果这一次漏掉，对不起，这一次如果漏掉，我们下一次会注意。不好意思。说两位里长、三位里长办公室都没有收到，都没有人收。有啦，这次有，上次有，今次没有。你们上次没有吗？上次有。你是开会的时候没有？开会的时候是一定有的。你什么时候拿到？开会前吗？拿到一个礼拜前。算了吧，哎，不是我说，不是这次，那你怎么捐了？有没有办法？把我们这个，你过来管的吧，把这个又不是管你的事情。如果有缺，我再补。那个啊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没关系，我们不影响。那个上一次没有说的，你赶紧签名。太扯淡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继续往下面来进行。你前面有发言吗？不是不让你发言吗？他叫妈妈叫什么？好，那个，你搞清楚了没有？我是跟他讲，不是跟你讲。你潘先生，这边哇叫听不到嘛？不好意思，下面不要哇叫。主席可以请你维持一下整体的。不好意思，那个，请大家保持好轻松的状态，好不好？好，是好，那不然我们就希望不要干扰到别人。讨论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请大家这个保持一下轻松。那我们接下来。